日，香港媒体爆出重磅消息，郭天王终于求婚了。在斩断了和熊黛林的7年情丝，经历了苟云慧风波之后，郭天王呢，终于是修成了正果。那么，俘获天王芳心的他究竟是谁呢？爱爱爱不完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。郭天王，你这是对谁爱不完呢？熊黛林？不对，他已经成为旧爱了。那是说好的苟云慧吗？也不对呀，苟小姐在登上天王嫂宝座短短几周后就淡出了大众的视野。那莫非刚被传上位的叶希奇小姐？近日，一则郭富城向叶希奇送婚戒求婚的消息窜红网络。该则消息煞有其事地写道，在和叶希奇缠绵。